这款非常实用的户外防蚊防晒帽。首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佩戴方式和一个佩戴的效果。在它的内部这里是有一个防风绳，我们可以把它抽上，起到防风的效果。这里还有一个抽绳，然后我们把它抽起来是起到一个防蚊的效果。前面部分还有一个拉链，然后我们把它拉开，这样方便我们去喝水。采用的是优质的面料，手感摸起来非常舒适，夏日戴起来呢轻便又透气。帽子两侧这里各有透气网格，边缘处做工也非常好，走线部分均匀流畅。这款帽子的用途非常广泛，它除了可以防蚊虫之外呢，还可以防紫外线，大家在户外野营还有钓鱼的时候是非常适合来佩戴的。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，就是它是可以折叠起来放在一个小袋子里面，方便携带。这款帽子还有很多的颜